方长林，你在这做什么？啊，我想见见长林。吴姨太是怎么知道方长林在我这儿？啊，你就别管我怎么知道的了，反正他现在就在医院里被你的兵看着。东风啊，他到底犯了什么事啊？为什么要这样对他？吴姨太，方长林知道一些事，牵扯到了一些很重要的人，所以任何人都不能见他。 你怎么来了？我担心方长林，来看看他。是我没保护好他，被人钻了空子。你的人一直都守着方长林，他就一直都没醒过吗？总会再有进展的。明天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。 向后转，去往走。带我来这里干什么？还在为秦萌萌的事情生气？ 我不会去秦萌萌的，更不会去其他姨太的，我保证。 打开看看，我特意准备了很久。秦萌萌的事情，我会尽快解决。我不能时时都陪在你身边保护你，你得有一个能防身的本事才行。 试试，怎么样？是不是觉得很棒？ 薛督军，为什么骗我？别胡闹，这个玩笑很危险的。你觉得我在跟你开玩笑吗？阿南，退下！收起枪，滚！为什么这么做？为什么？ 我倒想知道你是如何每天面不改色的面对我的。把话说清楚。好，是你说要保护方长林，方长林在你堂堂督军的保护下被人杀了，他明明醒来过，是你骗我说他从没醒过来。什么意思？ 你薛东风一直都在默默守护你们薛家的声誉，
对不对？半夜三更行踪鬼祟，我现在怀疑你对薛家一头不轨，所以才遭人跟踪。你是觉得我跟芳菲他们是一伙的？你敢说你没有骗我吗？是，我是撒过谎。你先放下枪，你听我解释。你别过来！退后！退后！等一场雨淋湿这城市，在为什么？为什么是你要骗我？在这个世界上，所有爱我我的人都不在了。我以为我至少还有你，可为什么连你都要骗我？别伤害他！我不把你让我听见，你怀疑是不是能和我一样坚定，让我苏醒望见那双眼睛，等待是融化坚冰或缺席，我以爱之名不把你伤得太紧，不专心于你几个气碎碎我别气，杜鹃养好你的伤，滚蛋！你是我的人，要擦鞋也只能给我一个人擦。谢谢。季连雨，你现在就是个丫鬟，有什么事情你这么着急出门？你疯了吧！我现在手也受伤，你可以那样看我吗？住手！方成林。回到薛家再次遇见你是我的意料之外，我没想到我们会走到今天这一步，也从未想过要伤害你，但如今我已无路可退，待我完成未完成的事，如果一切顺利的话，我们将不会再见。医生，医生，薛东风，为了一个女人至于吗？她是我要娶的女人，是我的未婚妻，你们谁要是今后再敢动他一根汗毛，先问问自己扛不扛得住我这一枪。在某个黄昏，邂逅街角某个巷的人，在回忆转身。如果思念有声音，下一场雨期等天晴。如果烟花已随心，冷的就像冰。我不把你让我听见，你怀疑是不是能和我一样坚定，让我苏醒望见那双眼睛，等待是融化坚冰或缺席，我以爱之名不把你想着我靠近，不专心也以几个气碎碎我别气，熬过四季